Bonjour，Bonjour bon tous, h 啊，杜斯，我是力量呢。大家好，我是力量呢。今天呢，力量呢继续给大家讲解《k r a m e r and d i a l o g a e 啊初级法语对话的第三十六个。那今天的这个对话的标题呢是 d e g a d e u d a n i v e r s e l d e g a d e u 那就是礼物的意思。 a n n i v e r s a i r 那什么样的礼物呢？用的这个介词引导出来。那 Anniversaire 是生日的意思，它是元音开头。那的遇到元音开头的这个 Anniversaire，把 a、呃、省掉 they 喽，得改读 Anniversaire，得改 d Anniversaire。J'ai deux idées de cadeaux pour l'anniversaire de la femme que j'aime。quelle femme？La femme qui est devant moi et qui m'écoute。 Le premier cadeau, c'est un objet qui est joli et qu'on porte autour du cou. Un collier. Et le deuxième, c'est un animal qui est indépendant, mais qui aime être dans la maison. Un animal que j'adore et que je voudrais avoir chez moi. Oui, un chat. Alors, quel cadeau est-ce que tu préfères Les deux. 接下来我们一起理解这个对话的内容。这个对话呢是发生在 Le Mahi 老公、La Femme 老婆，就是老公和老婆之间的一个对话哈。j e deux idées de c a d e a u pour l'anniversaire de la femme que j'aime。j a deux idées，我有两个主意哈。这里面的 de 啊、呃，里面的 ex 和这个 i d é 哈连读哦，这个 ex 要发 z 音，z i z。J'ai deux idées。 我有两个主意，关于什么样的主意呢？就是盖多关于礼物的这个主意哈。不和不和呢是一个介词，表示给某个对象哈、啊。不和谁呀、啊、？La ni v r ser la fam，就是呃女士，然后呢什么样的女士呢？过生日的女士啊。 g e m m 那这边歌“哥”呢是一个关系代词啦，啊、呃，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这个语法了。那这边呢是为什么用“哥”呢？因为 g e m m 是我爱我喜欢嘛。那我爱的那个人呢 e m i y g i l l i g a n 呢是一个直接宾语哦呢，所以用“哥”来引导哈。等一下我会具体讲解这个“哥”关系代词“哥”的运用啦。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爱的那个女人的生日呢，我有两个关于呃礼物的这个主意了。 J'ai deux idées de cadeaux pour l'anniversaire de la femme que j'aime. Quelle femme？啊、uh,，那他的老婆就说 quelle femme？哪一位女士啊？哪一位女人呢、啊？这边注意一下，这个 femme 呢是一个阴性的名词，所以 quelle 这边要用阴性的形式哦。La femme qui est devant moi est qui me coûte. La femme 啊，uh, 这位女士，那什么样的女士呢？ 嗯，也是这边用 q 这个关系代词引导出来，因为这边呢作为是主语，还来 f e m 等下我会具体讲解这个 q 关系代词的这个 q 啊、呃，在法语当中的这个运用了，其实就是主要引导主语了。来 a f e m m e 啊，devant o d e v a n 就是在我的面前的意思啦。a g i me g o o d 然后呢？ 然后，女士女士不仅在我前面，而且她在听着我说话哦。这边 a good day get again 表示听某人讲话，那听我讲话用 m 这个啊、呃、直接宾语。那遇到这个 a good 是元音开头，把 a、e、省掉了，me good。La femme qui est devant moi et qui m'écoute. Le premier cadeau c'est un objet qui est joli et comporte autour du goût. Le premier cadeau 就是第一份礼物啊，第一个礼物啦。Le premier 第一份用了是因为 cadeau 的是一个阳性的名词，用了哈。Le premier cadeau. C'est un objet 啊，objet 的意思是一个物品的意思了。i t d o w n objet 是一个物品，什么样的物品呢？我们这边用 g i 来引导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呢这个句子当中其实作为主语了，所以我刚刚也讲过了，这个 g e i 主要引引导的是这个主语从句哈。Sit d o w n objet g e i 啊是一个。 物品什么样的物品呢？给 r 莉很漂亮哈 r 莉就是漂亮的意思。A grand p o r o d o 好，这边呢也是一个关系代词，个引导出来的。为什么用个呢？因为我们说是呃，porte q l e o 带某个东西，这边用的是是表示的是直接宾语哈啊、哦，我们刚刚也前面也讲过，个引导的是直接宾语从句了。那个遇到 o 呢，是元音开头，把 o 省掉了。g r a r bought 动词原形，bought day 表示带穿的意思了。o r o d 和颈骨 o r o 和 d 的固定的短语在什么什么周围了。那这边 o r o d 和颈为什么用颈呢？因为骨呢脖子呢是一个阳性的名词，了鼓，那的遇到了啊就变成一个缩合的啦啊颈哈、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第一份礼物呢是一个物品，而且这个物品很漂亮，然后人们呢把它戴在这个脖子的周围啦，就是脖子上了。 le premier cadeau c'est un objet qui est joli et comporte au dure du goût un collier. et le deuxième un collier 就是这个项链的意思啦。et le deuxième 那第二份礼物呢？那第二个礼物呢？le deuxième 这是一个序数词，表示第二个哦。deuxième 啊、uh,，通常呢在法语里面的这个序数词哈，有基数词。 啊、呃，这个基础上加上 e m，这边 do 加上 e m 就变成第二个了 do them。那这边用 le 是因为 GADDO 呢是一个阳性的名词，那第二个就是用 le do them。C'est un animal qui est d a n t des bontons mais qui aime être dans la maison. C'est un animal，这是一只动物哈。C'est un animal，这边连读了 animal 表示动物的意思。 g 这边用 g 也是啊引导的是一个主语从句哈呃来讲就是解释这个阿尼玛尼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呢 ga 当 dey 蹦动安迪蹦动的意思就是独立的自主的意思这边 a 里面的 day 和这个安在蹦动里面的安也连读哦 sit down nani malaga da dey 蹦没没但是呢 gmg 也是引导的是主语从句哈 gm 喜欢怎么样呢 at Dans la maison, 虽然这只呃动物呢很独立但是呢它怎么样喜欢待在家里面 am 这个是一个情态动词后面用动词原形哦 at 和 don't l e mason 就是喜欢待在家里面啦啊那你买了个热狗哈 a 个是捂的黑啊我和什么啊那你买了一只动物什么样的动物呢 georgia 这边也用了关系为什么用 g 呢因为 阿可以给了个勺子，chose, 或者阿可以给了讲或者是动物也行，就是喜欢某个东西、某某样事情，或者是某个人、某只动物啊。这边是直接宾语，也用个引导出来哦。Un An animal que j a 我爱的一只动物。诶个 que je v o u d a v o i r chez moi，这里面也是用个引导出来，因为我们说 avoir 给了个勺子，拥有某个东西也是直接宾语，还用个引导出来。 个惹 e v o u d r a e i 这边是一个呃 c o n d 的 t i o n e 配动词原型呢是 v u l o 哈，是想要的意思啊、呃。当我们用 c o n d i i o n 配送的时候呢，可以表示一种愿望哈。这边就是想要想要了。avoir 哈，这边用动词原型，因为 v u l o i 情态动词后面用动词原型哦。s h i m 就是我家的，在我家，就是说这是一只我喜爱、我热爱的动物，然后呢，也是一只我想要拥有的。 呃，想要拥有在我家的一只动物哈 e、oui, 啊，这个老公就回答说是的，阿莎，他就猜出来的是一只猫咪哈，阿莎。a l o r a g e t g a d e est-ce que tu préfères？Alors on e t a g e e a d o 哪一份礼物，那礼物是阳性，记得 g e t 要用阳性单数形式哈。Est-ce que tu préfères？哈，我们说这个 est-ce que 呢是一个疑问短语了，那我们说放在这个句句子当中呢，后面的这个。 呃，就不用主谓倒装了。居 p r e f e r 哈，你更喜欢的意思。p r e f e r 动词原形。p r e f e r 更喜欢哈、啊。那么你更喜欢哪一份礼物呢？Alors, get g c a d o a u e s t o p r e f e r 哈 l a t e r l a t e r 就是两份都喜欢。即使我是想要呃，也要那个呃，就项链也要猫咪的意思了。 接下来我们学习今天的语法。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法语里面关系代词 q 和 G 的这个运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系代词 q 的运用哈 q e y r e p r e s e n t e un objet ou 的 n e p e r s o n sujet du verbe d 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 q 呢，其实就代表的是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人，而且呢，它是后面的这个动词的主语哦，它是作为。 呃，主语哦，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子，那你们就会明白了。c e t e femme e t r è s sympathique。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 e t e femme，这是一位女士。那我们先用 G 引导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 est sympathique，谁是很善巴唧的，谁很热情、很友好啊？是 la f a r m e 这位女士很很 La f m e s sympathique，所以这个 f a r m e 是作为后面的这个动词 is。 te somebody 这个就是后面的动词的这个主语啊，所以用 g 引导出来哦。segnano fama te somebody。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stanobje gugut share。首先，stanobje 这是一个物品，什么样的物品呢？gugut share 那这边呢 g o o d 是动词 g o o d day 是动词原形哈。那 gugut share 哈。 这边要动词变位了，那这边 good day 是谁谁值，就是很贵呢，值得很贵，是这个物品嘛，所以其实这个物品就是作为后面的这个动词 good day 的这个主语哈，objet l ob good share 哈，所以用 g e i 来引导出来哦 s e s t un objet qui good share 哈，所以呢，我们下次在呃遇到这个从句或者我们自己想运用的时候，当我们想要 表达后面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动词要表达出来的内容呢，是跟前面的这个呃名词相关，不管是人或者物，它是要作为主语的时候，我们就要用 G e 引导出来哦。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关系代词 G，e、呃、这个运用哈 G u e r e p r e s e n t a n objet ou une personne complément d i r e c du verbe q i s u 注意一下，这个 G 既可以代表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个人，但是呢。 它是作为这个动词后面的这个直接宾语哦，complement direct 就是直接宾语了，跟刚刚的 key 不一样，key 引导它是作为这个呃动词的这个主语，而这边是作为动词的这个宾语哦，要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哈 m u s i g u o dont une belle m u s i c 好，我们听呃一个很好听的音乐。那我们把这个句子改一下，la m u s i c u e u e nous é c o u d o n s t bell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la musique 是这个音乐对吗？那后面我们说 nous y g o u d o n 啊，a g o u o n 是听嘛？那动词原形 a g o o d day。那我们听什么东西是 a g o u t e n t 给了个数字，那我们是听什么？听音乐嘛。所以呢，这个 la musique 是作为这个宾语，而且是直接宾语哈，听某个东西啊，uh, 我们放在这个呃动词后面嘛。 那既然这个 la m u s i q 是作为这个动词 a c o 的直接宾语，那我们这个关系代词呢就用 q 来引导出来哦。La musique que nous é c o u o n s e belle。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哈。Elle utilise ce dictionnaire。她用这一字典哈。那这个 dictionnaire 是字典的意思。C'est ce diction l dictionnaire qu'elle utilise。我们来看一下，c'est l ce dictionnaire，这是一本字典。 是这，这是这本字典，什么样的字典呢？get u d i l i z e r 他用他用什么呢？首先后面的这个动词是 u d i l i z e 嘛，动词原形。那用什么东西是 u d i l i z e 给了个书上。那这边其实就是直接宾语啦，用什么东西嘛？那用的是字典嘛。所以这个字典其实作为后面这个动词 u d i l i z e 的这个直接宾语，所以要用 G 引导出来。那 G 遇到 e 这个呃元音开头，把 A 省掉喽。 c'est le dictionnaire q u e l utilise。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j'aime beaucoup ces p e r s o n 我非常喜欢这些人哈。 Certaine personnes que j'aime beaucoup。我们来看一下，certaine personnes 这些是这些人怎么样呢？que j'aime beaucoup。为什么用 que？我们说 aimer quelqu'un 是喜欢某个人，我喜欢的是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其实是作为动词 aimer 的这个啊、呃、直接宾语，所以呢，我们要用 que 引导出来哦。Certaine personnes que j'aime beaucoup。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子，Il préfère cette actrice française。 他更喜欢这一位呃法国女演员了。C'est l'actrice française qui le préfère。C'est l'actrice française 是法国女演员。什么样的法国女演员？Qui le préfère？我们说了 préférer quelqu'un，更喜欢某人。这个 quelqu'un 是作为这个宾语了。那这边呢，他喜欢，他更喜欢是谁？ 是 l a c t é e f r a n s e 她更喜欢的是这个法国女演员，所以这个法国女演员 l a c t é e f r a n s e 是作为这个动词 prefer 的这个直接宾语，所以用歌来引导出来。那歌遇到 E 了又是元音开头，记得把 a、啊、省掉哦。是 l a c t é e f r a n e s e s e p r e f e r e 好，在法语里面注意一下，如果这个歌啊、呃、遇到的是元音开头或者是阿始开头的，像 R e、I、o u 啊等等。 我们要把这个 a、呃、省掉了，但是呢，g 遇到这个元音开头或者是阿 h 开头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哦。接下来是布置作业的时间，今天呢留两道题作业给大家。第一道题呢是用歌来进行填空呢，如果遇到元音开头，记得把这个 a、呃、省掉，加上一个逗号在上面哦。第二道题呢，根据这个例子改写这个句子了，主要是用这个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关系代词哈，g。 或者是歌啊，来进行改写这个句子了。好了，大家有疑问的话呢，一定要在这个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萨 e 阿拉破申呢？